你要创啥？唔免遮尔紧张，我只是要来护你的。我唔免难护啦，你若有啥物目的，你直接讲，莫点啊假好心。阿母，我之前对你所做诶代志，真正受超过。啊，毋过我即马知影我毋对，所以我是专工来甲你回信诶。 阿、啊、小等下，你搁有啥物目的啊？我知影你即马无法度相信我，啊，不过经过这一切了后，我有反省家己，我是真心要悔改的，希望你会当原谅我，嘛会当互我做一寡代志，甲你和解。啊，你若有真心悔改，安尼就好，唔免做啥啦。袂用的。 你等下，让我做一挂代志，甲你和解，安尼无我一世人袂安心。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王小姐，你所做的代志天理不容，你若有心要忏悔，应该是求神明原谅你，求你自身的忏悔，安尼唔才对。好，我今仔日就是来忏悔。 我敬向神明忏悔。你的忏悔，啊，若是要做给我看，安尼都唔免啦。你应该爱老实面对你家己，好好忏悔。啊，若无，请你离开，莫再来搅扰我。 是明啊，是我唔对。我迄个时阵，若好好学游泳，正好就袂因为要先救我，让伊的妈妈怨你。是明啊，是我唔对。迄个时阵，我应该要反对永兴医院去投资养老院，今仔日才袂有遮尔济的麻烦。啊，是我唔对。小等下，你安尼讲遐济，拢无讲到你倒位唔对。 你这敢是真心反悔？阿母，不是我无爱用心，啊，不过我安尼过，我的脚头骨足疼的，我的心无法度定下来，我哪有法度好好想，我到底倒去做唔对啊？好，你豆豆阿想，无我甲你提醒，你甲新平讲个清楚，家门的婚姻。 受到反背，我的家庭破碎，恁爸爸差一点啊，连命都拢无。这一切是虾米人造成的？王小姐，你姿态遐悬，我唔相信讲，这简单的因果，你都拢想无？ 你对我讲，我爸做甚物代志，只无讲亲像，我唔知影要安怎讲嘛，继续想我，我想要搁你唔想。哎，别哭！是上帝为难下嘛？若是要搬厝，袂得，万一啊，恁两个人离婚，恁若是袂跟我结婚，你未来二十年咯，就拢无去啊！我已经无跟我甲求情了，安尼求你，通讲你真正唔肯回头，我无安尼就放弃。 李德柱啊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因为伊就是新旧人的营运长秘书曾凯欣曾秘书。这个查某囡仔是咧替谢永福生啊，我感觉真认真。你好，我叫林珊珊，现在得到几卡？这上回那叫你奇怪啦，你多智障。来啦，我爸请你领出来。小鲜肉，来休息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！ 你是要做什么营养师啊？你若是真正想要留伫病院，我介绍伊来做保全或清洁工。啊！你凭啥咧欺负人？保全，保全，快快快，打人，打人，快快，走走走走走！你若是真是要跑去后头厝咧去啊？你学遐张正浩啊？对，你阿爸说错话啊！妈，我你可就遮尔啊济。
我想要被放弃，我一定要让伊回来我的身躯边。你醒了，你跟张正浩会有好结果啦！我不要再吃了，我不要再吃了。阿西，阿伯，你爱爸爸安怎想？你讲啊！我爱你，亲自跟正浩讲，你原谅伊，你袂再做动伊，你袂再破坏阮的感情。黄世昌，想袂到你嘛有今仔日啊！为情为爱藏泪痕，男人的痴情，家己疼惜无休困。今生牵你的手，拍开幸福的窗门。亲像乌条双飞，永远不离分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为你路浪的青春，做阵行过岁月的了魂。咱的手牵着一生的情份，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为你走动风雨霜，爱着你千辛万苦也甘吞。